迎接全球健康日，同时也为了庆祝6月21号国际瑜伽日而举办的 IWYF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暖身央悦美地度假酒店，8号在园区与全球数百万人一起来欢庆，响应回到自然主题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踏上更加永续的生活方式。迎接全球健康日，同时为了庆祝6月21号国际瑜伽日而举办的 IWYF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暖身，6月8号在央悦美地度假酒店园区与全球数百万人一起欢庆响应回到自然的主题活动。这场免费体验活动一早晨沉浸颂钵医疗进行开场，启动崭新的一天。在活动带领人的引导之下，从央悦美地独有的香草能量花园踏入通往放松、灵感与健康冥想迷宫，配合呼吸吐纳，手摸香草，经由鼻子、毛孔吸收迷宫中各种香草释放出的芬香分子和芬多精，在漫步中引导城市与感知，感受到大地丰沛的能量与疗愈。走完了20年的绿色林，我们也在去年，取得了这个 GTS 的这个国际认证。那今年又再次的升级，取得了我们的所谓的 CUGSTC 的认证。在绿色旅游走完这样的一个20年的时光里面，我们很清楚养生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走到健康旅游。绿色旅游全世界欧美日本都已经走得非常的成熟，我们台湾才开始起步，而我们央业呢也从今年取得 CUGSTC 以后，积极的推动我们的健康旅游。健康旅游里面有很重要的健康的活动，我们今年在6月21号，就是我们下下礼拜，也要来办我们所谓的国际的瑜伽节。这瑜伽节里面也是在讲验我们所有的，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我们绿色旅游是在爱地球、友善地球，让地球更健康。可是接下来我们有更大的任务，我们要来推动的是地球健康的，我们人要更健康。所以全球都在重视人的健康。那今天的健康日就是我们今天举手式呢，来在央悦呢来办这样的一个所谓全球的健康日。央悦美地度假酒店也邀请参与者参加特别举办的正念饮食工作坊，试着专注在酸种面包的每种品尝，任何联动的肢体活动与咀嚼细节等等，并且有亲自参与天然酵母的制作，从发酵手制充满在地风土滋味的酸种面包，品味自然，感知自然食材真正的味道，察觉大自然提供的滋味。在活动当中，央悦美地度假酒店每年也会邀请参观医院的学童们参与回馈乡里办理公益活动，让学童们从小了解全球健康日的活动。IDEL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主办单位央悦美地度假酒店表示，庆祝活动将延长到整个6月，期盼透过全球健康日以及接下来的6月21号到23号为期3天的 IDEL-YF 国际健康瑜伽疗愈节，提高人们对健康问题的认识，并通过适当的运动、健康饮食和正面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的重新连结，为自身身心健康做出努力。全球健康日，我愿意。记者中一节下报道。